有斗志入埋集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四班千二米嘅泥地短途赛事准备。好，呢一开集有斗志唔快喎，咁前面快嘅马呢，咁见到出面就係呢隻勇胜王大爱当有礼，内栏浅蓝衫呢仲有武林高手啊，上返嚟第四位啦，咁嗱嗱声就係呢隻呢，咁有斗志嘅。再后面第五位，咁内栏无限欣赏啦，中间喜赛啦，顶咗粉红衫红旗飞将喺出面㗎。尾五位置金武士，尾四劲无极，尾三马状元，尾二呢就喜之星包尾轮转乾坤。过埋八百勇胜王贴栏带，有礼第二位，内栏第三呢仲有武林高手第四位，出面红衫蓝帽呢就是这只有斗志啊。内栏第五无限欣赏，中间白衫呢仲有喜赛，出面粉红衫就是这只红旗飞将，后啲㗎嘛劲无极响出面马状元，尾四尾三金武士，尾二喜之星遥遥包尾轮转乾坤。入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呢仲系呢只勇胜王，有礼逼上嚟拍噶啦，斗紧。再后面嘅第三位有武林高手上紧嚟，出面系喜赛，再大外档呢就红旗飞将上啲，最后百零米啦。武林高手先过勇胜王，过埋有礼添啊！有礼第二位，勇胜王第三位，喜赛第四位，过终点武林高手赢。第二名呢就有礼，第三名就近啦，有勇胜王，喜赛呢就需要影相。咁结果呢就今次唔系点操，咁淨系草，过往跑十万泥试过追得好劲呢隻呢武林高手扑到出嚟守到第三，直路过晒赢马。有礼第二，喜赛勇胜王影相争第三。都算是一场几正路的赛果来的。武林高手啊，在这场泥地赢回马了。有礼考下第二。第三呢，喜赛都过埋那只勇胜王啊。四搭九的连赢位，临尾冇着架的，有33倍。四号的独赢12倍。其实九胆的连赢位是几弱下的。你看拖四五他都是有30几倍。临尾啲飞最劲就系六号啦，吓起步啊嘛。等完重播翻嚟睇下第三名张相，喜赛啊，临尾过到嗰只有啲力弱嘅勇胜王。好慢啊呢场嘅步速，喜赛太后啦，叫至中嘅位置啦，追翻第三。睇睇个预计派彩啊，跑第一名系四号嘅武林高手，独赢派121.5位置派34.5，跑第二名九号有礼位置派10.5，跑第三名五号喜赛位置派29蚊，另两位四搭九派331蚊，三龙彩四号、九号、五号派5554蚊，单支派743蚊，位置 Q 四搭九派98蚊，四搭五派814蚊，五搭九派99.5，跑第四名嘅七号嘅勇胜王，武林高手，都真系攞咗四班咯，搞两场啊，谂住草地会好啲啦，啊又唔得噶，咁啊嚟到呢一场泥地，把握住一场慢披醒。咁啊，沿途守嘅位亦都会比呢两仗更加主动啲啦。咁啊，呢度赢啦。其实都以为佢一路喺度兜啦，咁啊，毕竟佢以往都净系喺直路一千系识赢嘅啫。唔系，不过我哋头先行圈都有讲啦，其实个季内嗰场湿泥地跑第四，输俾心花怒放可能好咯。就话其实三班有几场都啲脚影嘅。但你要想啊，究竟会边场咧咁大？当然呢场啦，我哋拍档都有捉住佢嘅。睇睇个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8.5，四连环派757蚊。四重彩派25034蚊。睇落就前置幾好，不過就呢場就好慢，好慢披成。係咯，跑泥地千二，我都估都冇乜快馬噶啦，但係慢到46.83啊！哎呀，4.07頭，第二段都係慢。睇場內影片啦，一起步咁啊，慢咗落去啊，有鬥志咧，喜之星都係後面嚟嘅，前面走我哋見到開面嗰對啊，格仔冇有禮咧，隔離直間冇勇勝王啊，一齊跟佢上嚟噶啦，入邊又武林高手，佢見翻就紅帽嗰只啦，紅旗飛將騎落去又係唔夠快嘅喎，然之後有鬥志中間上翻嚟，喜賽咁啊，見到白帽嗰只入邊就無限欣賞啊，然之後最後啲直間黑白直間冇嘢金武士嚟嘅，開邊係勁無極係全白帽啦，咁啊跟住中間夾住黃衫啊馬狀元，後啲先係喜之星同埋嗰只咧就係輪轉乾坤啦。哇！直接冇曬嗰只輪轉乾坤，唔係嗰只馬嚟嘅，速度都冇埋啊！始終都係用得兜啊呢啲馬。其實喜賽又呢度俾嗰只紅旗飛將啊收人緊緊啦，咁啊拱翻出嚟再追咧。
唔算话真系好劲嘅吓。相比武林高手，大家同時間發力嘅咁啊，你好似箭咁啊飆咗去啦。紅旗飛將就冇咗上一次咁好形勢，咁啊唔得啦呢啲嘛。你俾人頂咗佢三啖添啊！上一次都錯失咗個機會。咁聖王有啲向外閃，無限欣賞再一次喺短途追得近啊！其實喺內欄呵，福榜完畢，五字 Q 四搭九派九十八蚊，四搭五派184蚊，搭九派99。睇下組合到人三揀一，勝出組合 A 二隔夜半熱門派28.5。四連環派757蚊。四重彩派25,034蚊。孖宝二场十四三场四中正派762.5，二场十四三场九安慰奖派76蚊。分段时间好慢，24秒07、22秒76，每段快翻啦，22秒12，总时间分08秒95，总时间系快过标准时间3线，不过系末段快啦。